Chico Valley, Arizona. You got a plan before you someone could conveniently place medical equipment there. It's not good running out of ammunition in a critical situation, friends. It will be taken care of.好、哦，我们没有任务网哦，今天没有任务网，哦、我们自己要想办法。嗯嗯。哎、欸，任务网又跑出来，就差这个，差这就任务网啊，没有就是我去啊。背什么东西啊？帽子看起来奇怪。你是用暴击冲那个冲步枪的攻击就对了。我吗？对啊，应该也是还行。对啊，有流炮，应该还行。Motherfucker！ 好了啦，不要再玩那个了。走走走。他很坚持要玩那个。这一关不是，这关你不是没空用那个吗？ Now get to finding the entrance. The entrance should be fairly accessible.Kill your ass once! I'm gonna kill your ass again, you dick! It will draw unwanted attention. Coppers are going to be slower now. No need to sneak about now. Lock as a plan B. 找到了。That's a tunnel entrance, if I've ever seen one. 对啊。I'm gonna kill your ass once! I'm gonna kill your ass again, you dick! 找到了，找到了，楼上是有砖吗？ Probably found explosives around there to use.不用手砖，不用手砖，不要修，不要修，不要修吗？不要修，不要修，你去修那个倒地都是白给，标准的白给，因为我们等一下拿里面的卡片就可以开啦。为什么要修砖？虽然外面没有人，我先砖开没有任何的好处啊！你看把它倒了，还要人家去救你。绑的很轻，这样子换的不好换。阳台是阳台可以不开的，不要开了。为什么里面怎么会有黑帮哦？我开了，看我去，我去，我去。晚上包人，有帮人追。我是很想从阳台跳下去，可是我应该没有办法跳下去。从另外一边去。
枪，算了，放近。好，这里够近。哎、欸，不对啊，他卡在哪里？里面有什么东西？往上帮忙看一下。行。就看里面有没有卡片就好了，有没有？哎、欸，我没办法开，没有卡片啊，我去咯，我只问你有没有卡片而已啊。没有，没有卡片就是我要过去啊。另外一边嘛，一人拿一个。OK， 这旁边的，先想办法丢过去。哦，这边没路。我丢过去喽。可不可以被打死？哎、欸，没捡哦、喔！等我一下。快要到了、啊，快要到了、啊，丢！哎哎哎哎！撑住啊，两位！哎、欸，跳起来！我刚才打那个，在打警察，直接被吃掉，子弹全部被吃光。感谢你。他们也快退了。Hold your ears, you chops. It's going to be loud. 冲吧！走走走！你们两个先吃补血。Yeah, my gun, boss. 右边，右边，右边有补血。先去吃，先去吃。Kill your ass, what? I'm gonna kill your ass again, you bitch! 我忘了带西后来。满场先用西后。那先上西，先上砖。满场先上砖呐、啊，先去开那个。所有的砖，开大仓跟小仓的，我找到机库了。这边先不要开啊，干嘛？Money money， 钱好。我先把那个。往大仓的，往大仓的已经开了，门开了。我现在开小仓的。
叫 AI， 叫 AI。Kill your ass once, I'm gonna kill your ass again, you dig? Motherfucker!哎、欸，在救我！不用，不用，不用来，不用来，不用来 ，AI 救我可以。哎、欸，哇，哎、欸、，GG 了哎、欸！这标准的白给。I'm gonna kill your ass again, you dick! 这边上面就不会有人。欸，都没有射砖啊，没有射完。还有哪里没射的？可以讲一下吗？应该都射完了，对不对？哇，王长应该是射不熟，好吧？库克不要理他了，把钱搬走。I'm gonna kill your ass once. I'm gonna kill your ass again, you dig? Local inbound. No. Motherfucker. Airboss 前。这个门要开不了，它不好弄。先送钱啊，走走走。要你妈怎么开啊？射完砖就先走了，要修这个之后再来。哦哟，被狙到一枪！不知道有没有人？这边还没射。分开喽！这边的守则啊，你不用管里面有没有钱，知道是拿钱就射砖，那些地方都可以当躲点。就不用想里面有没有钱，看到门就射就对了。我刚才在翻那个柜，叫什么木桶里面，木桶先不要理他、啊，木桶不重要啊。你要先射砖，那才重要啊。砖是躲点，木桶不能当躲点啊。谁把 AI 射在中间啊？太扯了吧！他最好在那边能活。让 AI 跟着啦。看倒他一下就死了，这怎么倒？镜头有，镜头不行。Hello， 不要把钱包丢在地上。除非你有人在那里顾。来来来，这边有三包了，走走走。为什么把钱放在这就不管呢？嗯，会不会拿走啊？所以才放那边呢？会被拿走啊？为什么不会？不会吧？会。好吧。会啊？为什么不会？放那边，上次我在放那边放很久，都没有人被拿走啊。晒而已吧。
你把兵引到那边，然后你再走掉，你看会不会被拿走？这才准啊！只要警察有办法到那个点，他就可以拿。他跟那个铁轨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Hello， 谁来帮帮忙 ？Hello， 来，等一下，再救人。我看到你们两个都在打斗士。这 AI 怎么那么容易倒？对，你的 AI 缩水了。把他叫过来看一下他多少血。8000啊，对吧？走走走，人都围过来了。过去要觉悟哦。果然白给了。那包是 Coke 吗？应该是。中间那个是扣，是毒，所以才就标在中间。王朝这里有两包啊，好，但是这一关暂时不玩，再不玩语音，再玩语音会容易分心。就跟你说了，你一开始用语音，我不是都跟你讲了，我就说你这一关你还要用语音，你没听到吗？我不说不要玩了，我不说不要玩了。然后勉强可以结果真的拿着八颗，三个人而已。而且你看今天 AI 都蛮笨的，走，你等啊，你等真好啊，我可以过了。还好，跟在你后面还可以。大仓保守估计三个，那小仓嘛，小仓保守估计还剩三个，这边剩一个而已。那个是 Cook 吧？不要理他。对 ，Cook 有没有捐子弹？我藏这些包给你。中间毒请不要拿，是我丢的。就去捡个鸡蛋而已。你那边还好吗？我发现人都被我那个丢的那个毒吸引过来了，我就应该有。我藏那包给你啊，你带回去。你插针好就带回去。我这边只有一包而已，所以我才给你的，没有要一起走的。我在那边等人子啊。AI 有点快顶不住了，就连这样，他身上几乎废的，应该还好。外面仓库很多人，还不少。被什么东西打？外面格林很多，这边有两只哦，往仓里，我抓到人。哎，我都死掉了。你死掉一只，随便转一只，随便转一只，左右各有一只。插针去换。
欸，他死掉了、喔。好，那就换这只吧。没准，就是你们还是有那种看到鬼就开枪的习惯。画流尼亚的鬼情。哦，准准准准呐、啊！不要炸，不要炸！你炸炸后就被抓。往常不用急着过来，你插。对啊，我觉得你太急了。你在等插针好再过来。我修了，我强修。先放一个补包给我，我两倒了，我没有补包给吃。啊，我自己起来。等我一点时间。What the fuck？ 引球，引球。啊，离开那边呐、啊！你专射好了就可以走。快修好了吧，十秒。这包钱要拿、啊，钱不要丢的。自起的时间真是不好啊。我在那边顾着包钱的，哎、欸，你死了、哦，没先回去吃啊。那个快装好了，很多。那个快装好了，等一下，装好了没？过去看。这边有两包，我等一下先拿一包。好，小估计。我先回去拿。拿一包就好了，另外一包不要拿，走。你们要不要？你们要等我回来的时候再一起走。不要。好，在那边只是困兽斗而已，我们宁愿跑远一点。OK， 那我没小心啊，还是对啊。你放一包在这里，吃完再走。我等你插好针，我等你插针好。然后我们再过去修那个砖。好，插针好了。走吧，走走走走走，走直线啊。我等无敌好再走，你先走吧。你不用理他，你走你的就好。我很怕，我很怕，他不怕，我怕。这包给你。啊！等你插针好，等你插针好。等下硬刚就完。等下回来再插针，我要去修砖，一人修一个。你修近的，我修远的。好，冲！你不插针我会死啊！啊！来不及了啦！你插的时候我都已经死了，现在没补血啦，怎么玩？我没有补血吃了，拜拜，被黄糖害死。你为什么不插啊？我就说要插针啊！不要打了，跑了跑了！你要去别边抓那个绕单的。而且你要抓两只，你现在压力超大的。继续啦！
Reach for the sky. Get him up. Reach for the sky. Over your weapon. Don't shoot that well normally. Sniper pushing up Daisy. That taser just went tits up. Quick, I'm getting cold. You hear that noise? Help me! Show the cuck what you're made of, friend! Drop the gun! Drop the weapon! Enemy has no more men! 出去有点久。 我宁愿你现在不要进来了。知道后面的吗？对啊，在后面啊，我宁愿这一场败，我也不要你进。我早就在外面就好。只有一只哦，两只啊，就是。少一只人质哦，有一次先把你的麦克风修好，你先换好一只再说啊！你现在这边倒地，等下又是一只都不用换。先吃补血，再换第二只。对不对？完全就错了、啊。
下你不要加哦。这知道为什么叫你不要加吗？我刚刚也说我宁愿输我也不要你加，因为这一场就是可以看到很多做错的事情，就一直让他错就好，这样下次才不会错。你来的话等于是救了他们，我宁愿让他们错，这样他们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所以现在在挣扎吗？对，这场不可能赢的，我是这么觉得，不太可能赢的，因为他已经连续错三个突击波了。哦，这已经是第三个了。这场录下来，回去就明天都可以自己看。吃个药，哦，有感。厉害，可以冲那么远都没死，终于死了哦！我就不信有那么神。你现在倒在这里，你打算要怎么做？不要脑冲啊！要做什么事情先想好。那一包钱明明就在 LS 那边，然后你冲过来这没有钱的地方，你看你完全不知道钱在哪里。嗯，往常需要复习啊，不要开锁 LS， 旁边进来就好。等这场败了，我再重新说明好了。因为从头到尾往常的打法都是错，全部一路错到底，从美国侧都错到这里来，就表示上次跟你讲的说明你都没有记住。等下从头跟你讲说明。最近的补血不在那个方向，在你背后。废的咯。有个疑问欸，你插的针为什么不去转那一只啊？你觉得那一只点下还会在那里吗？后面有补血。往常你那个油管给你弄。不要直接冲过去，除非你插针好。那我已经接近了。
这个我来。我要往你那个方向走。还有补血哦，还有补血哦，不要放弃，还有补血。我们只是放的比较分散而已，不是没有补血。给你换，给你换，我走了。怎么过去？要在哪？直接再送你两只人质，转完再去啊。这边有两只，角落一只，然后那个箱子旁边一只，真的，插针就过去了。啊，闪光了，好走。把那个拔掉，那个调角度了，对。
Now you've got to clear the runway by blowing the gate. 下面那个是可以躲的、哦。我先弄。好了，炸好了，走吧。竟然还赢了。你等真好再回来、啊，我是不用等。儿子往我这边跑。往长继续往前。我等你插真好再喊。那局应该还好啊。走吧。散落在各地的补血还是很多。往常地图不熟，我需要练练。嗯。哎，我重新说明一遍，美国车要做什么？三个人要分好三件事情。插针的人其实不用去旁边那边晃，直接去楼上二楼那边射砖，然后手砖就好。我跟 LS 才是负责去找。去射一楼的砖，跟找那个往墨西哥侧的门的人。好了之后呢，就是二楼的门砖开之后，拿里面的卡片去开一楼的任何一个门。开了之后只有两种情况：第一个是有卡片，第二个是没卡片。有卡片就是拿起那一张卡片去开另外一扇门；没卡片就表示这一个门就是我们要的东西。有铁锹的人就去把箱子打开。因为铁锹也会在二楼出现，所以也不用找铁锹。二楼那个房间就是同时一定有一张卡片跟 一根铁锹。嗯，好，然后墨西哥侧大仓库总共有六个可以射砖的门，对吧？嗯，对啊，右应该这样子看，正面三个，右边三个，然后小仓库那边有三个房间，各有一个可以射砖的。你都已经知道是钱了，就是要射砖，你不用去管箱子，那箱子是最后的事情，箱子真的是最后的事情，不够再去拿就好了。你或是你身上有铁锹，顺便经过的时候，你砖都射完了，你在逃命的途中看到旁边有箱子，然后这边没有什么人，我开一下可以。可是你开到了就要拿起来，不然你会忘记在哪里。哦，那拿的时候可以拿钱的时候可以有系统一点。我跟 LS 是老手了，我们根本就不用讲说，可以不用讲说哪边还有钱，我们都大概讲一下说，哎、欸，这边有两包，这边有三包，拿完我们就是一个照一个顺序走的，照一个顺序走。像我就是从右边的那三门开始，右边的那三门开始拿，拿完再拿前面的那正面的那三门，拿完了我说没有了就是没有了，那边就是没有了，对，然后才去小仓。固定，我们都大概知道队友在哪里拿钱，会看，我们会看在哪里。啊，那个 cook 我也不知道谁拿的，那个有点恶作剧了。我来打开，哎、欸，有丢过去，对吧、啊？那其实没有太大的必要性，不要拿会干扰到队友。结果被干扰的反而是你自己。我跟有时候都没有被干扰到。都在中间，我就拿去扫了。对啊，丢出去就好了，不用理他。啊，我忘了带 C4 了，不过好像影响没有很大。就还好，对，按、啊、那个 C， 按、啊、那个 E 先放下去也没什么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那个叫你插针那个是真的要插，你不插就是害死我，因为我是先冲的人，狙击手枪瞄在我身上，我一定会死。我如果知道你没有要插针的话，我根本不会去修，我下另外一个指令叫做往常你自己去修，两个都给你。嗯，对，我就是在争取时间，所以我要一次修两个。而且旁边没有补血，我是赌你插针我不会死，结果你竟然没插。然后你在抓人质手那边的时候，单干的能力真的比千夏好很多。或者千夏你可以考虑一下他插针用的配枪跟武器。哦，他拿流炮跟 AK 啊，然后配暴击，蛮行的。他这样一个人竟然还可以撑过去，蛮厉害的，这是超出我意料之外。你就知道说前面妈的把科玩太凶了。你真的是该省的时候不省，然后不省的时候就放了。我都觉得你那个有点赌太大，那个那么远，你敢冲？我要是我不冲，所以他有补血不放，他会被抓走。
哦，绕路走、啊。我是说，我是说 LS 应该是改哦。我是说 LS， 你那个还好，你那个要赌一下。要是我的话，我也赌一下。你说哪边我赌啊？你最第一次被抓的时候的那个点，我觉得要是我不赌，太远了，太远了。如果我是玩闪避，我不赌。我如果是我如果是无政府，我可以，我过得到。插针不用讲，一定可以。没办法，信仰最终还是被叛徒。对啊，你在最后一条路上面被打掉，在最后一条路上被打掉。因为我猜说你前面冲闷远了，大家枪都瞄在你身上，除非有人跟你冲，不然你应该冲不过去。我现在耳机，有些耳机一定要发现靠在某个地方，它才能发出声音。那果不其然，果不其然你要被抓啊，这样。然后抓人质那边呢、啊，你要冷静一点。你换，尤其是换人质，你想一次换两只，那你就不能倒地。那怎样不会倒地？你有针都没有插、啊。要是我去喊人的时候，我就已经，我的话，我你出去喊人还没有破奖，你还可以先把他喊好再插，可以。可是你在换的时候，你一定要先按，因为不肯换好，人家都不打你。旁边明明就有一只。你那时候其实只有两个，一只特警跟一只被你抓的人，那就是轰掉特警再抓就好了。第二次的时候，所以你只有换到一个人。啊，第一次的时候那个时间掌握要怎么说？第一个运气不好，然后你那个时候也比较没办法。对啊，你刚好判警都被打掉，然后想抓也不好抓，对。至少后期还是撑过去。至少后期我就没有拍给那么严重。你那个有 AI 在旁边的时候，如果你两只判警都没有，你可以拼一刀去至少抓一只判警起来。我的话会这么做。我都教利友，这样子说：如果你身边一只判警都没有，你拼着一刀也要抓到一只，因为这是利友跟我们打法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不会为了抓一只判警去做一刀，那结局是变成说他一只判警都没有抓，可是却倒了好几只、好几次。因为时代不一样啊，你宁愿先抓。现在是你拼一刀，如果能抓一只或是两只的话，你后面不太会倒。你后面会因为靠着判警的吸火力的屁应，你反而可以撑更久。尤其是你反应不是很好的人，对攻能力不是很好的人，更是需要去抓。而且抓判警不是为了自己哦，抓判警是为了队友，所以绝对有必要在没有抓到人的时候先抓。尤其是你判定这一场攻势很猛的时候。啊，刚才那一关是不能小看的关卡，然后。我感觉是一个小看，一个是生疏，对，所以苦战，所以我希望签下不要加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影片很有参考价值，回去可以看。而往常就是记住我刚才说的那个钱，就是在那些位置，就是九个射砖的地方优先射好，然后就随便你啊，你就绕圈也好，因为它图大、啊，你就绕圈跟他打、啊，就跟以前森林不是。以前很难的时候，不是有流行绕圈打法吗？一模一样啊，公园也是啊，公园不是有绕圈打法、哦？对啊，那是一种以下课上的打法、啊，就是绕圈啊。你地图够大，我就可以跟你绕圈，而且这个图超级适合绕圈，因为它就是两个分开的建筑物。当一个兵都被你吸到某一个建筑的时候，另外一个建筑物都没有，就是没有人，你就是变成去做那边的任务。应该说三个建筑物啦、啊。机场啊，再包含那个机场。对，去判断哪边是有人，哪边是敌火最猛的地方，避开它，去做别的地方。等它被我们吸来的时候，我们再去做另外一边。打带跑啊！有问题。我这场可以玩 Motherfucker 吗？可以啊，这个关可以玩 Motherfucker， 没问题。刚刚玩太凶了。昨天就开始玩很凶了，好不好？对不对？嗯。哇操！昨天是你忘记，昨天是你忘记怎么打，今天是往常忘记怎么打。啊，
昨天我是就是乱打，Sky 下去不是说先找散开的钱吗？你看到地上有烟可以有大钱袋就直接点。我跟你讲，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昨天其实在仓库，我都可以先去触发了。我就看到那是大钱就闪了。结果往常第一个到努力的在搬钱，结果你已经另外一边烟点了，那还钱都不知道丢哪里，还好后来钱有收回来。啊，就我昨天就是蛮多是在楼上，所以他们也不好捡，运气不错，只是被打烂惨了。有两包被捡走了，拼了老命去把它弄回来，而且有跟来捡了。看你们都在捡那个三千，我说干屌你妈，好吗？好像不对哦。没什么事啊，没事啊，那就完事了，买个印章就完。这个都是还没有生气的，生气就不是这样讲话。我觉得我到后来其实很少会生气，因为大家都已经会打了。只有那个怎么讲都讲不听的，我哪会生气？你上次我们两个生气的时候，是因为好像是白宫事情。那是生气哦，白宫吗？跟谁打？我忘记了。跟打啊！那时候我好像是因为什么事情？因为老师干不哦、啊？对啊，你一开始就口气很呛啊！对啊，我就发火。啊、奇怪，你那边没人掩护，也不是我想要的，我在救人啊。没有啊，没有，我只是因为那时候就是无能狂怒，我那时候是无能狂怒，敢屌你妈！那最强的时候，有了，我想起来，上一次好像是打那个时候我火大，就是不是白宫在之前，在之后好像还有一次是那个打落水狗的时候，奇怪怎么、欸、钱包丢下去啊，我怎么人都没有上来，三个人都在下面，怎么回事？那算生气吗？我觉得那个，我觉得那个没有那一瞬间，我是蛮生气的。奇怪，干，他要走啦！为什么大家都在那边啊？只有我一个人在丢钱包。啊，不是跟你说，而且第一包也不是我丢的，不是我开头的。我是看到已经有人丢，那就是要冲人，没得选。结果我六包丢下去的时候，为什么其他三个人在一楼，而且都没有过去，钱包还被捡走。我说，这高短会下一次从下面走，好，对不对？哪一排？你傻眼啊，因为那个时候是傻眼。奇怪，不是应该到已经有人在下面接应我才对吗？我也很想，可是我怎么会摔死算了？我走，我定从二楼跳下去就好了。后来我就讲了，二楼跳下去就对了。没有，后来一早起我是从二楼跳下去，我说怎么摔死？不是摔不死吗？后来好像不会摔死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跳到车子上还怎么样？我早起是摔死，跳到路上摔死。会，如果直接一路到底的话会摔死。有两种跳法，一个跳到车上，一个是跳到落地窗上面，可以走了、啊。这关你可以用语音，是一样哦。这一关不要玩太凶，太凶还是会死了。之前就是有说这一关可以娱乐，然后结果大家都乱打，后面苦战，又苦战。真的配了一个。可是你枪是这支吗？那个往常你帮签下看那支枪对不对？主五，我没有配暴击啊。嗯，怎么看起来像 LMG 的感觉？把那条路换成双出，我觉得你可以。我觉得你要双出哦，更加的任务型。然后我有小急救包。我有点小急救包。我不知道你的小急救包有没有那个？有、啊。就是那行，那是另外一种生存。可以，这看起来蛮像 LNG 的。他那一种打法，你签下你这一种打法其实可以哦。我跟你说，你做任务的时候，你先放一包之后再插针。是啊，对，就是这样子做。你要记住这个顺序。我刚才说的这个顺序，例如说你要修砖，对，你砖设好之后就可以在那边先放一个小包，然后等要修砖的时候插针过去，修完砖，然后可能那个差不多没了，你可能会死，然后刚好吃到那一包就可以走。没办法玩，你的坏掉了。一楼怎么那么爽？不是，对，是一楼没错，可是外面。
多麦克风要固定一个区域，它才会有声音，所以说没办法玩。去买新的麦克风，刚好。怎么还没买啊？一个多月了吧？你受得了哦？我上次用的是旧的还可以正常用，可是刚刚不知道为什么坏掉。我现在这个也是旧的，我发现它耳机调一调就可以用。就是杂音啊！我打算在网络上买一只这个牌子的耳机。我刚刚不是有调一声音，不是说吗？我们两个先到二楼打哦，这样应该也行哦，吸一点火力在那边也好。我们先下来弄砖。单人打这关的时候超难过。单人哦，那小地图啊，单人会比较难打。单人的时候开场都不能躲，没有地方躲啊，超难躲。除非你可以像那个 Kings 0那样找一个，让他出来没关系，真的出来后再说。还抓得到那个宝，打不准。没人打我，那很好啊。哦，我就说要先放小补包了吧，拖太久了吧？就跟你说了，四个人要修十秒啊！如果你没修专技的话，啊，我没点。对啊。是绿胖，绿胖我来。我看到第二只绿胖，我来。跑进去里面。我放了，直接吃吧。在对面哦，插针过去吧。先下。哦，地呀，还有顶顶。对，签下。插针，我们过去了。冲啊！找到。先吃补血再走。杀生好了吗？去吃补血。走吧，我们回去了。那只谁要是去啊？我不用了，我两只哪里？你还捏有啊？好，等一下帮你抓，等一下帮你抓。干有狙击哦，真的假的？哦。What the fuck！ 我机体是不是快爆炸了？不可能吧！这种瞬间卡超久。有抓到人吗？楼上原本有抓，但是失去了人中百分。没有了，那一次死了。我的插件是这么显示的。不给抓，可恶！不给抓就不要硬抓啦。这只只啊，死了，被我的判定打死。办公室有小的啊，楼上小的也要抓啊，小的死掉再抓，再串过就好了。楼上很多人啊，楼上现在会比较好抓一点。我这边抓到一只，来我这。外面还有人哦，楼上有哦，楼上有，我抓到了，
可恶，他不可以喊呢、欸？为什么？那算是有墙壁吗？这里有一只啊，这里有一只，有办公室。小只的，比没有好、啊。有很多狙击手，哎，不打不过，没踩过，这魄力真是爱死。单纯的专辑，不用拿太多东西。我在飞机上面炸他，他都没事，还转过来打我，骗的。靠呀！我当过洗衣机。那边蛮多人的，不急啊。破甲了，感觉被缺弹，好远。
欸，有个快死了，那个插针的，赶快吃补血哦。我哪都够塞。我好缺弹啊！要搬吗？这样我知道要搬就一人拿一包。我一吸烟可以用。他们好像快退了，正好。好像有人哦，都拿了，加我身上一包，四包。Nicely done, dear friends. We're still in a lot of trouble, but our lock is. 枪台没出来耶，好神哦！挺多火神的。那走到路上有一只。麦克不行了，杂音太重。好哦，我觉得签下怪怪的，为什么我看不到你的瑞迪啊？而且我看你的，哦，现在看得到。哎，我今天看你的状态，我都按到那个什么聊天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线上还是什么，有点卡。Okay, now I don't know exactly where in the prison Bane is being held.啊，小朋友的那一波都没，不能用小朋友了。我是觉得小朋友很强。我操！地狱岛也算是后期兵有点多。想想，不用想了，有人带了，有人带了就不用了。因为我在想，我要不要带弹药？你说不用想了，我就看到你带弹药，然后又带 RPG， 那是上次那一套、啊。哎、欸，这套很威、喔，这套在后期的那个压制力真的好强。这种弯位的滨海 RPG 真的很好用。死亡搁浅打折，另外一个只要 support 你一下就好。
实我蛮喜欢那个这一部电影的。绝地任务是不是？好像是叫绝地任务。在右后方，我拿了，还需要一个人拿，我拿都拿了，走了。台人有判警的吗 ？No。好的。哦，火神。不要放那边，不要放那边。进去里面要小心哦，里面会有人。进去里面再放。下来都还没下来就死了吧，要烧死在上面的感觉。但是还没有遇到多少，除了刚才在那边就是火神嘛。走了走了，还有几秒而已，这个时候正适合逃走。到粪砖。来喽！啊靠！没有事。
哦，我错了，我以为德基会麦克。shit， 浪费子弹。放放放！开喽！先下，往常吃补血。先吃完再走，我会等你。先下不回来就算了。哈、啊，吃完又倒是这样。枪杀。对不对？吃的。好了，开好了。冲啊！漂亮的闪光弹，加上插嘴。过来一点，往常过来一点。刚好像四个人都到了，才哦，被头打了，好痛，好痛。他还挺厉害的，他可以穿墙打的。他说原本在那个上锁房间里面，他就喊喊喊，对了，差不多了吧？他动了，他动了，走走走走走。好了，搞好了。哦，这穿不了。这边要压制哦。坐旁边来了，往常。这边的压制哦。喊我一下。后面也出了。不要乱炸。好。他被炸到飞走了。是啊。他要被抓了、啊，对啊。不错。我想说怎么卡弹的，在我面前直接爆炸、哦。不错。我不知道，我没看见。那连一般小兵的子弹都可以把鸡蛋给打爆。可以啊，他可以打爆你。走烂。要小心。射地上，走开了。喊我一下。可以可以找盒子了，在那边在那边。就在你们正在后面而已。
真的是绿怕。不可能，应该在后退。该走了。我要上来。帮我放一些靠背。Well done, friends. Well done. We got our man back. Spain is home. 撤 A 大小兵。Dear friends, this is going to be a tough one. The Qataru have stepped up their pursuit of Bane Stingers, and we've got to take a. It is the most important murky site there is, and there will. They only let me near the place once, and I didn't see much, so we can't know what to expect. I've pulled in every last favor with my remaining contacts at Murky, and have got us a way in. But we're going to. 为什么会倒数啊 ？Once we do this, there will be no going back. 现在是超奇怪的。We're essentially proclaiming open war on Murky water. But we only have the caliber of security we haven't seen before. So don't get nuffy once you're in, yeah? 没有。就耐观察会站待，那那好，那最好。不会没事一直拿那一个，那个东西好用，可是有时候也很危险。就走喽。黄章，你的散弹是那个火焰哦。对啊，火焰。火焰一点伤害，所以尽量最好不要踩到我的线啊。现在火气有点上来了，冲锋枪只是拿来杀斗嘴用的。火气有点上来了，啊，大家小心。Any second, any second. 谢喽。躲躲躲。冲在这里碍事了，拿下来好了。Thanks, man.
备喽，有二十倒喽，快给了，快给了，好哦，好吧。哦，不行。眼睛还是花的，等一下，我害了，我害了，哇，那不会变好哎、欸！我现在画面是一直被闪在闪光灯闪的那个，好，我知道了，等一下，哦，好，害了，比枪还真多，先拿一根。Okay, we need to get through that door. Maybe we can use that big dingus in the room to blast through. See if you can point it right, yeah? Good. Now to get it powered up, the gun needs to charge before you can fire it. Look around for a control panel in there. Sokol is down.推我推两次，要找火来踢，可恶！来一个来救我，你有 inspire 吗？电话被拆了。谢啦。Hurry, Fred, get that thing is charged. Get your hands up, you fuck up, hands up. Up. Now down to the field. Now, stop. Son of a bitch. One more. Enemy has no more nemesis. Getting TV's got the local money, yeah? 我要去警察查降一下武器。不要喊，不要喊。可以喊。放放一包在这里。棉花，你去狙那个电瓶的位置。嗯？你狙电瓶位置，有人关。你不用站在那边，站就可以了。你需要关那个电瓶的就好了。喊我一下。再喊我一次。小金，去两边都可以。顾客把这个棉花狙击了。这个博士还活着啊！刚穿刺了。小心那个雷射哦！不是丢那里啊，要丢这里，丢错了啦！这里。对，把红色拿走。哦，要还没按，等一下嘞。好了，小心不要被射死。嗯、好了，可以了。Now fire up the weapon again. 呜，烧死你 ！What the fuck, man？ 可怜的 boss。狙一下，狙一下，有一只破甲了，古尸破了，古尸破了。啊，倒了，把灯。喊我一下，喊我。
我一下。你的突然弄去吗？突然弄去没办法好了。我去，我去。喊我一下。我去，我去。这是第一个嘛？Have a look around for something you can use to force that crate open. Take that box for it, and make sure no one else gets their greasy paws on it, yeah? One more! No more, I get you. Get the fuck out of here. Moon loser now! Got the clone! 喊我一下。有人，有人！我正在掩护。The mainframe will hold the location of the second box too, so get back in there, friend. 再推一波轻装甲，再干我轻装。换他。那个人只有杀掉吗？没有哎、欸，我去杀。生物生化实验室，请注意生化实验室。没有，那个是。啊、那个我把他杀掉，不然等一下换人很麻烦、啊。我以为你说那个博士有让他着火的。喊我一下，我倒了。生化实验室，我还没找到东西，应该在哪？先翻下，等我一下。你们先拿药，你们先拿药。可以请求掩护一下吗？麻烦得很，没有掩护，我自己也在拿药。硬开，硬开的，硬开。硬开啊，硬开啊，把就是硬开啦、啊。什么时候变成有在等的？在等吗？在等什么？在等别人来吗？我在等掩护。我也别开掉掩护。不会有掩护，这一关等掩护都是来不及的，还是不要等比较好。直接进来的人就先打，都还不知道什么药了，打出来，打出来，算白板子而已。不然你在最后吗 ？ADC， 好 ，A， 可以在前面。可以喊，可以喊，没问题。开杀！其实所以说，开杀啦！方向。帮我抓一只，没了。看情况，看情况，看我会不会把船。我决定了，我把这套取名为人质杀戮机。贯穿吗？对。妈的嘞！每场一定要贯一个平民。除非那团的火。Get the fuck up！ 别着急。Prep the next box and hope nothing bad happens。出门打狙手。看呐，像这个还没跑走，可能就死到枪下。Ghost doesn't buy the witness. You've got things to do, so straighten up, yeah?哦，白板在这边是可以躲队。打吗？
傻跟我走。我走错路了，在哪里啊？是刚才上一间那边。现在救你。哎，也死光了，可以了。要拿吗？还是退下？先不要拿。哎，这样的，我可以留着帮你们丢。这里人没出了。等一下啊，先不要拿，先不要拿。哦，错了。啊，好，可以了，拿吧。往仓走啊，我们这边打，我们打那个。好，炮塔。好。破甲了，我去破另外一个。看他是转回来的，都破了，都破了，等他转回来。过来，这边那么多人，为什么他都没有转过来射击？好，回来了，可以下一个。破了，破了，破了！先喊我，闪人，闪人！最后一个闪光弹。我喊不起来，不好杀。不起！哎，等一下，慢慢来，慢慢来。好，先，去了。左边那个刀山，需要你帮忙。我去点烟。弹出去了，干！放个补血。你等我一下啊，马上好。Medic bag here. Thanks. Get the only one. 哦，队长那边压过来了。这是给我，这是给我。敢是我炸的吗？好像是耶，太近了是不是？炸敌人，结果好像你们两个都死了。我没注意到，我装的场面好混乱。哦，我就跟我人在打。我出去一点好了，要不要？我们烧出去，换这边再行。没关系，用火焰烧就。烧一烧就对了。好、啊。我不会死光，好像现在手上拿着 RPG 了。死棒吧，最后一包了。屁呀、啊，我都打不到啊！淡定啊，天哪！干，都是烟。还在突击破啊？等一下吧。不会不会，那包不会被你。被把我吃掉了，没关系，我先往前走。后面还有，是的，是的，那边还有一个。Box， 走走走走 ，Come on，Fight together，Sniper，Good。Your rod is ready, friend. Get on board. OK， 看你们太迟。本来想要杀出去，外面这么多人，杀不出去。But that last.
刚才打炮塔应该先跟往常集火一支再去打另外一个比较好、啊、也不一定哎、欸。反正我打完过去看，快快的打完，好像会等兵出来，应该会比较好。集火我怕他来不及。既然每个人都有轰掉的实力，那就轰掉了。就是我那个轰掉要靠天鹅。Okay, gang, we. 哦，脚麻了。哦。常常在这个场轮到那个换弹慢的流炮。哎、欸，这一次好像不行，这次要用这个32，可以23。看来又要打带跑。Okay, so we're going to Salem and steal the artifact from the fancy rich Dwanky party. Yeah, you're going in after dusk and it's foggy. So maybe try to. 可以偷偷先开一个。But the security. 征求议员去。With many upgrades. 征求两员去拿卡片。The less attention we draw from the kettles, the better. But if you've got to go loud.中间的那个钢琴那边，把红衣服的那个抓起来，还有卡片。我认识那个老头。对，认识那个老头，就交给你了。然后一个跟他去，第二次跟他去好了。然后往常跟我去楼上，先开一个，然后我炸两个。啊，顺便把人质都塞一塞。我能不能去找电箱？你有那个是不是？你如果有那个监狱复活的话，可以啊。没有。那这样会关很久吗？啊？有人质的关卡。电箱先不用啊，等那我刚才说的那两件事做好再去找电箱。卡片跟门先开，然后才去找那个电箱。那电箱在打带跑的途中就可以做了。卡片组做好就去做卡片，就可以去找电箱，然后那个破门组破好的时候也可以去找电箱，就这样。Do you wanna ask what? I'm gonna kill your ass again, you dick. There are metal detectors all around the entrance. You'll need to get around them. 没想到我们有钱做这个里程。当然有啊，你随便抢一个银行就可以做十台了。冒险，家里没沙发。下去喽！开一个。王昌，你跑去哪里？这里啊？开啊！我跟你说要开了，不要等被发现才要开、欸，太慢了。这关兵来很快哦。可不该走前面，算了。想到另外一边也有门，那边哪有门？我说的门，我说的门就是这三个啊，不然还有哪里？我们要拿那个里面的东西啊，打吗？对，拿到了，都拿到了，可以找了。干总还有人在打我，有人是倒地喽。这里会不会偷啊？为什么？这种小商务不能偷啊！嗯？看我先，这什么 bug？ 为什么小商务不能偷？哇，另外一个在那里偷什么？小商务啊！我总觉得你今天怪怪的啊！怎么了？有人质哦，对，还没救着，只找到一个而已，另外一个在
楼下有看过吗？再说两个会很近啊，怎么会这样子嘞？没看，好像没有在楼下。对，没有在楼下。我只有看到一个警察在爆头家，就没事。真的有可能在楼下，找一下。哦，楼下好多人哦。看柱子好像是没看到了。这边放个火，是他可能在楼下。楼下没有哎、欸。哦，好多人。这是打的法子。旁边的人。哦，在这里哦，干妈的眼睛瞎了。哎、欸，我不是喊了吗？在眼前呢、啊。对啊，我知道啊，眼睛瞎了。叫你妈眼瞎了，两个都瞎了。我那边晃了好几次了。哦，杀了一只人质。我杀了一个人质，只有了一发子。是的，我杀了一群人质，只有一发子枪。一群。对。卡片拿来。哎、欸，能插吗？嗯、可以先插吗？不能啊。No。浪费一下子弹。那飞有两个绿胖，哎，倒三哦。My life. 开喽！你干的是不对。不能喊，等一下。我放。没有人要互动卡，没有人要互动那个刷卡机。好了，互动好了。我吃完补血，我要走了。哦，好亮啊！不好意思，我突然你忘记。后退后退，不要说我炸到你。我要开路啊！等一下再叫你。
们两个一起狙。哦，这边有一个，有什么？那赃物啊，一堆好不好？你现在正面那边那三个都可以拿，不想拿好不好？刚才炸，炸下去旁边。这么想拿，这么想拿，这边也有啊。看，这边也有，这边也有。哦，小赃物比较可以拿。哎、欸，小赃物怎么回事啊？拿不起来。对，那个 bug 拿不起来。好吧，可以的。Get it and go open the vault. Get it. 哦，渴死了。8250，有人输入了吗？一啊。不要喊我！不要喊我！还好我吃到补血。喊我一下。谢啦。很好了，很好了。征求勇者一笔。很棒，没互动到。门开喽！这下交给你了。我吃掉了，走吧走吧，我要轰了，上来就 OK 了。搞不好真的在这里，一人拿一包。人来喽！哦，这技能真的好爽啊！可以。这技能到底哪里爽？
这条直线灌下去，说小心都死掉了。是自嗨的技能就对了，那跟我招式砍不是一样？可是真的很爽，又可以清兵的。过来都一堆兜子，一边杀一边走。有没有142只很好用？在这个图很好用吗？很好用，站出去那一整排都死了。哇，那不错啊，至少你有一个图可以打。恭喜恭喜！厕所下，人家是白宫哎，要打吗？大家都没意见的样子。你肯打我就打、哦，打我打，这是我不能玩语音。这场打完之后继续玩2023。你还没玩完哦？没有，我只要玩一玩啊，为三代做练习。我觉得更新的没什么关系，可以不用练习，没关系。没有啊，为明年三代做练习而已。干，两个跟我们都无关的作品呢，你不觉得二代跟重置的二代根本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性吗？是没什么太大关联的。对啊，打法什么的全部都不一样啊。大不了就玩战国武器。你还不如玩那个 remake 的的二代。白宫。至少，对啊，白宫啊。白宫要认真一点。不能玩，我不是说那个技能不好用，是真的他花28点在那上面。不能玩吗？那不有，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T3，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T3 的技能放在 T4。哇，关键东西，好累的。说真的，我觉得狙击枪必点的技能反而不是他，反而是高价目标。那高价目标反而是放在 T 三。高价目标是受用你的队友的、啊，干嘛？对啊，他还受用队友。那高价目标的 S 对于狙击枪而言，真的是很暴力的，超级暴力。以鸟去手1.65倍、欸，对啊，你用一支500空的枪去打，加再乘个空战士，再乘个那个 1.65， 多么可怕的伤害！那个根本是狙，我这之前我就有用过，亲身体会，那个就是把那个500空的狙击枪变得可以打成打兜蛇，那个有差、啊。只是一般兜蛇，你要两枪才能打死，就是两枪，对，两枪。可两枪也够威了，两枪也够威了、啊，大哥，是不是？两枪已经够威了。初始状态就是38，两枪等于是在直飞刀了。没有啊，没有，三枪是初始状态，你标记才有用。对啊，我说就是加标记啊。哦，我还是在带一些。我要把一线留下来对付下面的炮塔。想想，哦，
往常也带 G 耶、欸。你要在这一关带 G 吗？你的战力我看起来不强耶、欸。不要在这一关带太多 G， 会后悔。好吧，正常完了。对啊，正常一点。你要带天下，你确定你要用闪避？你每次用闪避，我都觉得你跟没有闪避一样啊。我想真的耶、欸。你要用吗？你确定？这个哦，这个配的就是全杀伤了。晚上你在攻击，在别人打死我之前，我就先打他。你自己说的哦，你到时候不要是别人都先打死你，然后你都没打死人家。晚上你要带那个红包，我们下面是隐藏过去的、哦。他那个弩哦，弩跟那一只流炮就是毒弓啊，看得出来是毒弓，毒的。那下面是隐藏过去的，隐藏过去的，然后。他那一只变成我们要喊他了，我们他的那一只跟我一样，有两只可以啦，互喊，两个人互喊有没有？啊、兄弟你在换子弹，我也在换子弹，互相喊一下。算了，该拿回老枪了。那会让我想到那个之前那个 Dead Wish 那个动画，两个都在换子弹，看谁比较快。大眼瞪小眼，你们两个在这样子逼着我要拿出这把枪来，不见得啦，我觉得不见得啦。没有音缸，我音缸要快的话就是靠中锋枪了。我总不能一发一发吧？也是。好啦，带那一支总比也，我还是觉得比手枪强多。那老师带 PP19 啊，因为你带那个配备，我就说我要走在你可以在下面找我的配备。Keep your eyes on the murky and don't get too close. Even with those uniforms, you might get spotted. That wasn't too hard, but it's true. Any old time. 把地下室的一个门炸破。Somebody help Tony. 到地下室。为什么跑那么慢的感觉？哎、欸，好，红色跟黄色，色跟黄色，其实也不用管颜色，你只要打开就可以了。只要打开先，我先把一些门炸开了，等一下比较好走。在楼下吗？我今天倒嘞。你要不要先躲一下？忙着找东西啊，然后我一直可以。还有一个没找到，我找到，找到。今天是假的。My connection is broken. You gotta get back up again. Go before the hurricane, yeah. 哇哇哇哇哇！妈的嘞，竟然有人在旁边了。他喊我一下，好，这边我要跑。想说为什么还有那个 mark， 明明都修好了。我也要跑。好像有点惨哦，很惨。哎啊，没跳起来，可来不及。来不及跳就打了。我没有抓到人，我就想打慢一点。但没机会，没有机会，先把他压下来。
documents we're looking for are most likely kept in the Presidential Emergency Operations Center. It's located under the White House. I couldn't get the exact details. Looks like they've seriously upgraded security. So we'll have to play this by ear. I'll be flying you in myself, and you'll be wearing purple uniform to blend in a bit. Get in quiet if you can. Go loud if you really need to. 刚一开始不应该往大厅那边走，错。我看被关要过去，看可不可以修退。我操，都是。他有一个，我看是修好了，但是他的那个反手的符号还在，这个 bug。耶，确实。But these are their top agents, and know their own. Rock and roll. You gotta wonder how many people have snuck as far into the White House as you guys, huh? To get inside the Oval Office, you gotta go through the access point in the West Wing. Right, there's the access gate. Oh, that's an ARFID reader. Hospital security net. Have a look. Oh, yes, sir. 绿跟黄 Those lights. Some kind of indicator. 地下室没有 Look around.当机没有，黄色找到哦。We gotta do this the loud way. 哦，找到了吗？这边有一个。Okay, I'm in. Give me a second. Okay. 差不多位置。Stop them. 先将黄色找到一只哦。二分组吧。好，我操，你还顾楼下去。会从外面来吧，都会都会。Hands up, no sudden movement. Get on your knees. Now stop him. Come with me. 哎呦，哦来喽。Got the shield. Hands up. Shield eliminated. Get down on your knees. Don't jump the roof. On me. Help yourself.这里把这门给开，我就好走。Oh shit! Holy fuck! Hang on, 一下。能进来抓吗？我会抓两只。哦，好好，打掉。那我有。哎呦！满了，左边还有一只，很满了，一只而已哦，不多一只。耶，我们的僵尸生存团队有第三人，都跑来在踢他。哦，被打爆。好了，走吧。先喊我，先喊我。救到了，救到你。闪灯，闪灯。哇！再会啦。被抓了。好的，厉害的很。走走走。先去开门，往常的事情等一下再做。可以先掩护一下，你要先看里面。对啊，反正也还没废的，先不用急啊。前面这两个一定要去开。对啊，我跟你要先开。中路，你开好了吗？先跑了，我这边也开好了，这边有，不用再开了。What the fuck？ 来喽！哦，我以为你要抓他，我就要把他砍死。过来喽！这边还有
能抓人就抓人，不能抓就算了。可以白给吗？可以，白给吧。这边有一只。多抓几只，多抓几只。抓两只，到这边。好，过去了。我要吃吧。吃啊吃啊吃啊！多出来就是要吃的啊。就是故意白给这边吃。你可来换，你来换，先下来这里，快点，快点，快点！我在开门。我们来了。好酷！别闪，看不见。我来，我来，我来，藏好。人来了。你说这门炸不开了？炸不开了。喊我一下。好了，好了，好了。再喊一次。哎，喊错了。帮忙一下，办公室。前面来了，前面来了。走走 ，OK， 小心狙击手，来急吗？先去吃，放一包，放一包，没关系，放一包。等一下啊，下面没有，前面来的都。好嘞，我去前面。你的门要开放好多，准备多点。等一下再开啊！一直给你玩，我在吃。这还没插电是不是？对，还没插，我只有钻，装装装。彻底没子弹。哦，我解掉。有毒哦。摔机。该混蛋。有三个。常去白给，我常去白给，我把你炸死哦。好。两档都白给就好。这一波快要结束了。
desperate. Doctor go to work. The drill has been shut down. Get it working again. Good old Lock has no good. 顺便回一下子弹。三发。我看挺给力耶，他帮我挡好多人。我抓到一只哦。有人有判警吗？有，在哪里？在我这，看到，给、yeah, 一只而已。我只有一只。The shield. Turn it down. The cloaker smoke. 我跟你换好了，我正面应该比你强一点。啊，给你撤职。都死哦。他过去找你了。我只有这个东西。我去拿长枪，等我一下。我这边有子弹。撑住就好了。我来清，我来清。哦，这是火神。好了，要补枪。好了 ，OK。还有一只哦。等不来。完了，好，知道了，知道了。先到地方躲起来吧。旁边人怎么说？目前还没有必要用到水。
about the trade. Take a look around. There should be a marked civvy you can free. Hmm? Ah, 剩下一个。 千万不要随便把人吃。这是抓起来。哎，我换这一个。去追前面看到人就抓。那就可以直接用跳的，抓不到就好了。我跳了。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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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还可以啊，可以，走，回攻了。不要学我这样冲啊！我是有无敌才冲的。哎，不要全杀吧，我要留一只给我。好，小房间一个，我没办法喊他。小房间一个。 好，OK， 没关系，太多人，太多人。是不是有这个cloak？看我已经黑白，好快。完全不敢出去。需要帮忙，不然我就没发现。哦，不能喊。三个两倒，太多了。 人应该不多哦。靠！刚开了，这两个混蛋可恶！ 这不安全，不要躲一起，不要躲一起，我那地方不安全，喊我一下。 Negotiated the trade. Find the marked hostage and release them.
还是还是。哇塞！跳得漂亮啊！这护士，这是要跳得漂亮。赶快换，赶快换！这样可不可以跳？跳了一下。啊！准备要叫啥？这边是真护士。啊！不是白给的就 OK 了。我先跑一下，到处都是人。哎、欸，你倒了、哦，这被淹进来了。哎、来太快了，失败场当星星主导。有没有要认真一点的人呢、啊？嗯，我已经撑得很好了，你看我都是最后一个，连续三次都最后一个，你看我都会撑。不要以为我拿这些东西好像很烂，前枪流不是每个人都能玩。I'll be flying you in myself, and you'll be wearing murky uniforms to blend in a bit. 要不要明天再打？Get in quiet if you can. Go loud if you really need to. 怎么了？你要休息了？可以去啊。And maybe for us too, yeah? 干，有人认真是用喝酒、哦，我怎么觉得比刚才还要糟糕、啊？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喝酒可以这样，还 OK 啊，有伤害有，有伤害有坦度。都走啦、啊，要把干啊！我相信有六个胖子应该可以打。哟、哦，这么多个、哦，好、啊，走走走。Almost there. Plenty of a job this one's going to be. Now I managed to dig up a little more intel with help from Joy. To get into the field, you'll need one of the special key cards they use.The most likely place to find one will be in the Oval Office. Okay, I'll circle around for a bit. We'll be ready when I'm needed. And don't get too close. 开始。You may be wearing their uniforms, but these are their top agents and know their own. Ah, bloody! Niggers are locked. Here it is. Locked and fortified. You can't blast your way in.绿跟蓝啊！什么颜色？什么颜色？绿跟蓝。先找钢琴有没有？钢琴的话就麻烦。地下室没有。这边有一，这边有一个硬的点哦。可恶！先不要再失败了，我这场我主输了。最近都会是这只流跑，我觉得我已经撑很久了。知道，但是我现在要拖住。这两台都走了吗？对。东西有没有？有没有？好像找不太到。是。起来。有就转，有就转。小兄，无血哦。还没找到第二个。
后面来喽，抓到一只在窗户那边。先去躲吧。快好了，剩三十秒。我这边看是坏的，这才冲出去修。没人救，应该签下吧？还往长自己啊？代表第一次了。可以走喽，才一个而已，一个而已。对啊，还一个坏掉的，对，还有一个没找到，坏掉还是没找到，没找到，那是刚才那个。但这好多人。哦好，好，等我一下。找到，所以没有在地下室啊，这就是看错了、啊，再找一次看看吧。这会不会在大厅那边？地下室、啊，我的错，我的错，知道了，好。而是想办法哦，想办法绕跑了。后面还有一只 Magic 的样子哦。先下，让幻影上去啊、哦！剩十一只而已。My game. 好 ，OK。老威啊！人类，人类，快一点，要求快一点。Honey is down. There's no way. 可以啊，这样应该接得到。The DSOD lock has negotiated the trade. Take a look around. There should be a marked civvy you can free. Okay. Wonderful. Tony is back. 坏消息。有人要睡觉的时候，你下来吧。好，加油！等我一下。来喽！需要人抓得到的话就抓，走起，干！后面来喽，走起这边走，好 ，OK， 去了，剩三秒，走喽。去看后面那个，对，当判警跟那个 Scarface 先打，他们还没来，我这已经出了，我这边也来了，是我这边了，才刚讲，对，可以，开到了，开到了，不用，你那边还是开好了，我等下过去。掩护我一下，啥子？好，喊我一下。是绿胖，是插针吗？你会怕绿胖？绕了一整圈，没人看到人在跳。你不要再这样想要喊你的，绕了一整圈。真，即使不是插针，最主要是怕绿胖。
概多撑一下吧。破碟太多了吧？这说你好像不太行。哦、oh, shit！后面这边都没有人了、哦。我们进去办公室了没？还没烧开是不是？但是人已经来了。Sure. Now get inside.找到了，虽然觉得中，但是我没死。最薄。行。Scarface 救一下啊！幻景都在另外一边。对啊。废的，在出兵出屁。这边两只，好，我去拍电。看毒气耶，怎么拍啊？我进去开会死。那我来看，我顺便那个要修砖。两只可以啊，惯性自杀。加油，毒气，毒气，加油啊！毒气，先修好。自己自杀了，我没了。啊！猜低，你还会回血哦？太难了啦！那应该我死才对。刚自杀还比较快。算了，我放一包好了啦，吃一吃吧。回上来了，来吃一吃。抓人是不是？人不投降，帮你抓。我这边人好多、哦。抓到了。
嗯？有一只，还是我们搞笑的绿卡？我没有火炮，我可以炸。我很死啊！然后都插针了，结果还是死。原来散弹枪，妈的嘞，贱货！怎么还没选？学。真不好打多缺了，剩下你刚好缺一只啊。有。血，妈的，被偷袭。补血还有啊？去吃一个。还在出啊？他们补血还有。你们去哪？装，哎，快装好！插针去哪了？喝酒跟我走。还有十几秒。对啊，趁插就好，没有人了，我们两个先过去。插针一个人就够。那个 Scarface 你喊走，插针喊走。为什么这个狙击手打不到呢？不要打他了。OK， 赶快跑，赶快跑，跟 Scarface 一起走。差一点点，反正就是过不来的。那个他就是设计好。哦，没事哎。对啊，你插针没事的啊。没有，没有打，还没插针没事的，好。OK， well that has to be the one that I can get to the field. Scarface 快来。要带判警了。又要带判警，因为我们是打表官呢。走走走。如果判警肯来也是好事啊！哎呦呦呦，来来来，可恶，他进不来了。What？No！ 全部要重抓。哦，判警那么多，应该下面会还 OK。可我们又少了狙击手，所以等一下打炮塔的时候，我 OK 啦，步枪也 OK， 我三个人都 OK 啊，可以可以。我好像不太行。是什么散弹枪？有散弹。好，散弹不行。我配个 LS 的替代版。对，刚好。只是我可能没有办法像他一样那么准。看起来。开始哦！我试着学 copy LS 那一招了。哦，
然太痛。Medic 很炫。哎，对，我没有。真的。I can't get in. You got to get me through the firewall using another computer.哇哈哈，跑到警察队里面，先上来，先上来。哎，这是怎样？为什么不能害？现在看不懂。为什么有个骇客艇呢？哦，在那里哦。慢慢来。先喊他。先，你先救他。哎，来不及插，跟。先下，救我。走吧，我们先回去。还没抓到人。这都是好东西。奇怪。没子弹了，没办法炸。你就说喝酒不行啊！干嘛这样喝成那样？我早就警告过你。Or I'm most likely kept in the Presidential Emergency Operations Center, or PEOC as they call it, which is located under the White House. 往常好像不知道我们现在的打法，我们现在会下去守那个电箱。So we'll have to play this by ear. 对，一个人而已，一个人会守，一个人支援他。所谓的支援就是一直炮击。疯狂的炮击，把上面的人都炮击掉，然后上面的人没了之后，就往下面炮击。这大概在楼梯间那边、欸。不要再用这个了啦，你该用的都不用，都用一些刺激的。嗯？对啊，你明明这一关都不是用这个的啊。我就忘记了。你明明就是用燃烧炮击的，好不好？再不然就是用插针的，好不好？你自己回去看影片，你什么时候用这个了？这哪有压制力？这一关是需要压制力的场，你这个太娱乐了。你那个压制力连到我这里都没有。骇客火焰暴击。往插针给往上做。Okay, friends, we're going to be touching down near the South Portico.There are murkies everywhere, so be ready. To get into the PEOC, you're going to need a key card. And I think we should. 有那么久没打白宫吗？哦，你上次没打。上次白宫，你们两个好像都没打。Good hunting. Those murkies can still spot you if you get too close. So be careful, yeah? That wasn't too hard. Suppose it's true.Any old donkey can get in there. Okay. Now get to the Oval Office in the West Wing. Find the access point. 好不容易到下面了。Right. There's the access gate. Oh, that's an ARFID reader. Hospital security then. 哇，两只。Have a look. 三只。绿跟黄。Okay. Those lights have some kind of connectors around there. See if you can find them. 嗯。
刚不是有去看吗？绿色。捡掉一个。Good. No mistakes. Stand. You now have access to the weak link. Shit. Get going. Was looking in the mirror. 被打死了。为什么不用开箱？哎，来不及。你刚刚害的那个职业在那个，要重害。好像是直接过去的意思，欸，还是要过去的。哎，欸，好了没有？对啊，太屌了！因为我是先压他，然后再去捡。捡。直接开门吗？这样差很多哎，欸，可是前面那一段就没了。现在还不到两分钟哎，对啊，差很多。屁呀，啊，这样打到我，就中，就是这里。看他冲锋枪啊！掩护我一下。这关就把你最会杀人的东西拿出来就对了，是吗？那是在把，欸，那把狙击，这关狙击不行啊，这关狙击没有那么好杀，好不好？如果有贯通的话应该还好，这种都是狭长的这种感觉，到下面那边就不行了啊！最重要的杀人点是在刚才下面那边，那边没有那么多直线。哎，欸，怎么回事啊？看，特别直啊！看，你两个闲的啊？我们被四只都的包围，而且还有还不知道 Medic 在哪里，这样人太多。好的，喊。这边要帮忙，干！你要躲一个人，你没看到？呀，抓完你过去。哦，Scarface在救都是很多，没
溜跑线。Hurry and get the drill working again. Sydney is out of custody. 办公室有人，蛮多的。好，来了。OK 了，我打掉了。直接流炮炸一波。被闪了，我也被闪了，看不见。我在哪里？我在。骇客弊端还是有。如果骇客那个晕眩那个是百分之百的话，而且是其实不用立即性，你只要百分之百触发的话，那就它缺点是会被围殴的时候真的很无奈。人变少。被需要支援。又多蛇来了，喊我一下，没子弹。大师。因为我现在都会进监狱的状况。哇，好多人！先找书啊！也蛮多老师哎。啊，运气真好！废得了吗？还没，我们先走吧。飞的，飞的，飞的了吗？等一下。
在这边要抓哦，怎么就出了？出几次可以转？我、哎、有点危险，我觉得先等一下。啊！你被抓了，我去外面还有。那我抓到了才行啊！怎么相信我？跟那个其实可以不用看吧，不说了。被 AI 队友召唤。这是什么？这是新机制吗？对啊，要按 F 欸，怎样？你们按吧，按干什么意思？被 respect， 应该不要等。他找到一只。哎，主动换了，赶快去换，赶快再去抓两只。Hold F to pay respect 。盾兵。左边有，左边有，不要用烧的，不要用烧的，不要用烧的。谢了，谢了。这样应该往常就回来。You look like fresh mint. 我的话去下面抓了，不然该来不及。下面就可以放过去。哇！With any luck, the monkeys weren't wally. This tunnel said to be able to withstand a couple of nukes. 还是无政府在套比较好用。对啊，政府比较好用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挑这个。你们有那种千往常你应该有可以戳一下，然后他不会死的、啊。我可以，只是不要报警，前提是不要报警。好，那就去戳看，有三只啊，都交给你，先不要触发就可以换我。哎、欸，哦，应该是可以。不要碰，不要靠近金库就可以了。不要靠近金库，对对对。有有抓到，抓到，抓到。好，这时候都可以靠近金库。那先不要。好。哎，如果先拿那个嘞，先拿来。先炸的话会怎么样？先炸。炸那个洞会怎么样？先开，先开啊，先开看，搞不好可以直接先换，对啊。要炸了？哎，我想一下，好像炸了只能往下走，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啊，算了，还是出发好了，出发好了。也被吸过。那只有先转的吗？还没，先转一下，先转了。哎、哦，要打了，要打了，开始。能开到电脑先开，然后回来。我觉得战力应该不太够，可能要用脑打法，慢慢来。只要不要像刚才一直触兜着就来了，不然子弹一下打。这次比较好啊，但是电箱在左边。哦 ，gas 一下就出。可以的话，再帮我抓几次。现在不急啊，
有空再走。烧烧烧，人多，毒蛇来喽！毒蛇喽 ！OK， 场上目前是没有毒蛇。好准备用这套。原来是收到了，哈、啊！笑死啊！可以慢一点，现在人少。喊住，有了有了，不错。养倒了，回来。可以换的，在闪光的作用下，还是打得到人，少人。跟回来，我挺棒。给你换，这下换。我差点把他打死。我提前有。准备准备打。好，知道了。现在啊，都走，想怎么打那么痛？他真好，去修那个电吧。他真好了，去修了。现在回来了，打过一下。看，都下面有人打我。插针好就做任务了，那个往常插针好就做任务。好的，没人了，反正好像变少了。哇，太可惜了。哇，秀！等我一下，这路又有人。等插针好再去修，人变少了，不背了，慢慢杀。交换嘛。不能修电脑吗？
电脑，你看电缸弄好还不能嗨。打我，虽然不知道人在哪。谢啦。走。给。人来喽。毒气又来了，第二波毒气。等烟消吗？这间房间里面会有毒气吗？他们一样可以关吗？如果有毒气的状况，他们没差。唉，算了。怎么？哎，那我就再去关一下。谢了。要修也是可以啦，反正一定会死就对了。可是你插针的话，毒气好像也伤不了你。对啊，但是去吧。上来一点，零秒，差真好，再去修一次。可以，被踹还比较好哦。等你，先不要喊他。Focus 上去，不管了。不要来救，进来一点，先下。不想对你用援救。每次的探头都是被我往下面打的，有够烦。回来吃补血，插针。等一下啊，反正我等一下下去的时候顺便拉他一个。我缺一只，可以抓就抓了。枪塔没出欸，这第三波了都。来了，枪塔变成我们的，趁现在轰吧。这血怎么多啊？不会多啊，我轰掉一台。你要支援我，轰掉两台了。想说我已经最硬的是我啊，整个弹夹。走吧，上走。我喊。没事，我电脑可以害，对不对？过去哦。不行，干。我来。
交给你了。补血够多了。那有插针的时候打法不一样，插针跟全攻击跟插针的那种辅助型打战术完全不一样，就不能一边没有办法一边打那个插针，然后又把那个火翼压制一起打，但是太远了。可以也暴击，16000，没有人，没人的啊。趁现在三个人都进去，刚 AI 在那边等，从三个人先进去爆破那个东西，先拿正面啊，我拿下面，一个拿上面嘛，我都拿下面的，我都拿下面的。你两个不会分一下谁上面吗？好了吗？拿完了，走走走，走着这边用。大声，走啊走啊走啊，往上往上，三包哎、欸，够了啊！虽然我不知道在哪一边，一样枪塔给我打，叫 AI 来。没有去爆破那个东西，哎、欸，这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躲点？什么东西？那个隧道啊？隧道这里，就是底关的那个隧道啊。可以当躲点，可是那是死路啊，就只是往里面走而已。可是被你火力不够。被压到里面就是被强奸的意思啊，最后还是跑出来。可以，我们之前有用过，没有比我们刚才那个点好到哪里去。应该说我们那个点还有那个凹凸凹凸还蛮好躲，那边就只能往后退，一直往后退，一直往后退。可以当一个临时躲点，只是不能太长久。简单的那一边呢？好吧。看。我炸不到了，放弃。不是吧，改了，我错被打了。干、啊、改了，被改掉了。靠呀！在那个后方喊我一下，躲了。看现在后方不能躲了，他还是这样被打。哇塞哇塞，你刚才讲过了。可恶，那个还好啊，那个点就是娱乐的点而已。连这么娱乐的东西都要改掉。哦，好爽！我打掉他36000多血，暴击两次。倒在那边很难救，倒近一点。我被电了。哎呦！空降嘞，那你们飞起来。
可以上去哦。我都不知道可以上去耶。真的太久没打了，有两个。没有，本来就上去了，本来顺便就上去了。没有说你们两个太久没打了，真的。而且我也忘记插针型的打法了。我们是很久没有在这一关用插针了。基本上，对不对？上次打都没有打过，都没有打这个了。记得后来都是火喷，都是火焰暴击、强压，对啊，都，再不然就是那个散弹暴击，比较偏强攻啊。后来打法比较偏强攻，因为没有人有插针，今天有插针应该用旧打法。你看今天光靠一个插针，后面剩三包，那前面那边都可以放。真的、啊，前面那边不知道省什么。好啊，就安内吧。好、哦，辛苦了。